机场去那个沙湾广场活动，因为都很多小学生都来，台北的都来参加活动。进行仪式的十点左右，礼通烧掉。哦，现在看中间有一个，看好像梅花山旁的寺庙，它都有跟那个这些这个相关的红头教。哦，前天有看到发的，这一次看到。好，点钟十点。这个地方叫南横，在西港庆安边。在曾文溪的北边100多公尺的地方，在西港大桥北端11点钟方向，我希望道路第二个入口进点了火，然后才开始绕前面点火，然后才开始这样绕了3000还是5000，对，我就没去。现在都在等那个维港要导向南方。